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男人鉴定团，这玩意儿老婆当宝，我当草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摆在厨房里的，灰很厚的，很厚，要清掉。你看，嘿嘿，你买这干什么？我家门口有个资源回收厂，刚看到这种东西，都在路边。那你帮留意一下，帮弄。对啊，你以后跟我讲好不好？咖啡的，买到现在两年了，只用一次。后来发现孕妇不能喝咖啡，客人来招待客人啊。天下没有不怕，天下我连咖啡没有。人家不是。是个性平庸女神娜娜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老板娘上瘾了，不顾店了。对啊，怎么办？哇塞，很好很好，欢迎加入国光帮的阵容。来，给各位介绍一下。哎，第二次去流行音乐金曲奖颁奖典礼，7月6号礼拜六晚上5点半，星光大道展开。好，典礼直播是晚上7点，在7月6号三立都会台，我们5点半就开始为您星光大道展开。哎，哦，大家锁定30台。来，今天男人鉴定团，哎，老婆当宝，我当草。其实这个东西啊，可以反过来做，老公当宝，老婆当草也是有可能。对，哎，就男女都是这样。对对对。但是今天我们先讲老婆，老婆有些当宝的东西呢，男人都不懂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会这个东西在他来讲这么重要？是啊，男人总会说你浪费钱买这个，但老婆的地场乱乱讲，浪费钱，你有什么资格了？为什么？我就是草界的代表啊！等一下我再跟你讨论。好，那你说他买太多奶嘴，为什么？你知道从。我们小孩出生到现在，他起码买了不下快10个的奶嘴。怎样？奶嘴怎样呢？不是，你想买一个啊？你知道小孩子心情吗？每天吃同一个奶嘴多痛苦。对，奶嘴，这个已经被干掉。来，哦，我这个我觉得他怪异，怪异，真的怪异。他喜欢那个护身符，你知道吗？他养清水祖师，真的搞，我也搞不懂你买这护身符干什么。不是，我是护身符差运。没，我是基督徒嘛。他比如说我们去，他是天主啊。他现在他以前是天主教，他是基督庙。好厉害！他会买平安符，他就买那种平安，就去日本嘛，不是很多平安符有没有？然后那个是你，还好是装饰，可爱。他买的是很奇怪，但有的是买那种，哎，这个。你的事业啊会好啊，或者身体会好啊，这个对肝好啊，哪有对肝的？什么东西啊你？好，护身符。不过这个，其实我们当时买那玉手啊，说实在，多半是纪念的。对，要不然就是小礼物，他买很多的，他到哪里都能买，而且他买的时候，其实他都不。怪他身上，都怪我身上。我说你扣三干嘛？驱邪，我身上长有鬼是不是？然后包包里面都很多。他说你一定要挂在那个你的球袋啦，或者挂在我自己的包包啊，或者挂在带身上。那你去做礼拜怎么办啊？我做礼拜拆掉啊。那潘小姐啊，你太太买什么东西觉得很奇怪？我老婆其实。他买东西我比较没有什么限制，但是呢，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买上实用的东西啦。对对。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蛮实用，可是他是因为在怀孕之前，他买的这个东西是因为想给宝宝，就是我们是用自己做的尿布，是，就自己做，我觉得哎蛮不错的哈。DIY 的。对，他自己 DIY， 然后就是买了一台缝纫机。哎呦，好喜欢。他为了这个东西，他特别去买了一台缝纫机。哎，那个时间刚好就是当在怀孕时间，他还可以运动运动，在家里面是哎就做了一堆。
就没想到呢，宝宝生完回来，从月子中心回来之后，他做了大概五十几件的那个尿布，那个橡尿布全部不能用，太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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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比你长大是，他没有松紧，对，有松紧，但是就是因为量他的不晓得臀围、腰围那个就是，哦，现变那五十个就都摆在那边，变成，然后呢，手帕啊，对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你可以再，你要做当帽子啊，我们再，那我就说那是不是还可以再用啊？他说。是不能用，因为其实已经变小了，就等于说要看，比如说最近假如要生了，就先给他用。对，用完你五件车一件，你当内裤穿吗？这个我也是，重点是他买那个缝纫机不便宜耶，那缝纫机20000多块啊，差不多。然后他还要去上课哦，我还每天送一个礼拜送他到2天去星光三院那边上这个缝纫的课。缝纫课，对，然后上完课回来之后把东西做好了，然后从那次做好，从 BB 开始发现他不能穿之后，那缝纫机到现在就再也没有用过了。他现在就一直摆那边都不用，我就说至少有用过，对啊，因为我有跟他说叫他再弄，就帮你做几件衣服嘛。对，那其实不用买到一台缝纫机啦，我是觉得妈妈的爱心啊，出为人母，对对啦，是没错啦，亲自为小孩，你就计较那20000多，那他买摇床是什么？我老婆很喜欢从国外去找一些很特别的东西，外国的小朋友，所以他买了很多都是外国小朋友在用的东西，他买了一个吊床。他挂在那边，想说可以让 baby 哭闹的时候在那边。可是问题是我们 baby 放到上面，他就是哭闹，他怎么样就是哭，不放还是哭。对，他不喜欢那个床。那是你的问题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把小孩子抱习惯，小孩子现在只要抱。对。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那是你造成。这我就是都你的，都你。但是都你乱买。就是我都你。这承认吧。我是我的。可是我就是那个女儿，你可不可以让我抱一下？对，我就舍不得嘛，就是会抱，但是我吃完饭我回家玩完之后又放回去这样，老还是会放到那个。可是我真的，我女儿就是不喜欢那个摇床，那个床那个吊床，那吊床要10000多块。你有买什么东西，老公会喜？他就是一个不懂不识货的人，你就是。不识货嘞。他很会嫌的，就是我在购物台买的东西。Oh my god！ 当然啦，购物台开始开始。你讲一个上瘾什么？前阵子大家最流行的就是好神托啊，对，任何一家人都会有的，很好用哎，很好用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，好用。对，我随便容易坏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跟你讲，断掉。对，我跟你讲，男孩子们都会作证，你只要踩一踩，踩一踩就啪，坏了。踩什么都没坏，那你们踩就坏。你们是买哄哎，这样真的两个卖床的，那个是真的很容易坏了。我真的一定都订9组8 9组，因为我们家我自己家姐姐家，不是你们自己家那个踩不是，那是小像轻轻带就好啦，就是这样带而已。我轻轻带就像你那么大力啊，我家一直要坏，然后就说东西不好，对，然后他就说。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些？这个就是懒人在用的，懒人才会这样子用。他说为什么就不要用传统手拧？用手拧就是让跪在地板。我说1到4楼，你来擦，对不对？那是透天呢，你这样子平常我不在，我婆婆用的话用这样子，这样其实很轻松，对啊，对，是。然后他就一踩，他想说要给搞，有没有？要踩坏掉，然后就洗不了，不好用，不好。然后他踩坏用，他一踩的话又生气，又把那个拖把又折断，有没有？然后整个全毁。再买一个，这筒子撕裂。真的还要再买一个，然后不是这次不是那个断掉，是脚踏把那个啪，不是，他没有拴紧，他就说。为什么我一直一撸那个管子会越来越窄，越来越短，它就没有。还叫撸撸撸。对。好累啊。累。接下来 ，Nina 姐，请问一下，你买什么东西他不屑？我觉得只要是买到我的就穿着用的，他都会嗤之以鼻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他是时尚大师。你现在身上是哪一个是他买的？我还没有，他还是我自己买。很好看啊，我觉得也还可以，就是适合我天呐。可是他不是，他要你穿什么样？黑袍不要吧？类似，然后对黑鼠裤，然后他也是买一个那种裤带，很贵，不要学习小可乱加。可是因为小可像他们是他们可以 rock， 你知道吗？可是我不行啊，每一家人不一样，很贵哦，一件。裙子5-6千块，可是我穿起来是布袋，没有腰身，然后因为我们个子不高，我说你买这给我干嘛？他说你上节目穿，
我说我没办法，我完全没办法上节目穿啊。你为什么要左右你老婆？对啊，那干涉人家穿我老婆，他是要改造我、啊，你只是干涉他而已。没有这个，这个我要跟我老婆郑重澄清。他如果要你穿中山装来录影，我愿意。你嫂子嫂子，那你先脱光现在。对，现在脱光，因为觉得你比他时尚就对了。他一直就像今天，比如说像今天，你戴个绿帽子，觉得很时尚。对。绿帽，我们比较在意颜色啊。绿帽子有分哦，这样子，城市风、海滩风，哦，但是都是绿帽子。没有了，看看绿帽子在哪里戴。是是，不是像女孩子的东西，其实她真的不太懂。像我用指甲，嗯，然后她就回来我说，哎，你看我今天用了不同的颜色，很好看，很好看啊。然后她就觉得说。用这干嘛？指甲用这要干嘛？然后用伤小孩。可是我一用是最不会，因为是它平面的。对，因为我不可能用，我不用转，我怕会刮到。对对，刮到会刮到。他就是对这完全不懂，男人都不懂这个，不懂就不要干涉。这超漂亮，嗯，没有工作的一种。哪一个会去讲什么什么老婆去烫什么弄什么指甲？我们对啊，你就让他去啊。所以你不希望你老婆去做彩绘，是担心她的健康？不是啊，对，不是，没有问题了，没有问题，他程度在，对，我觉得天哪，我每天在挖洞给自己跳。撒进武，你老婆买那么多吸奶器啊？吸奶器，你不才生两个而已吗？他说那个小朋友就是要喝母奶，对，所以我每次就要吸，可是你不用。什么都买嘛，手动的、自动的，嗯，手动的没有用的，两颗马达的，双枪的，双枪是什么？两个，两个，木兰飞弹，两个，嗯，哎，然后坏掉哦，坏掉修理，叫你修理，叫我修，拿来他修好了，给他老婆用。我修好了，然后我给他换一个马达，有没有？太强，因为他没有给他外接恐怖内闸，有没有？太快了，不是，吸了也许。然后我给他换一个马达啊，我还去那个抽纸子，去那个什么，那个以前模型店不是有那个轨道车吗？不是可以改装那个马达？我买一个两万转，对，然后老婆四段变速，四段。哎，他还拿开，哇，猛万的，直接吸哦，我还吸，哎，老公，我的奶要变紫色了，哎妈，我怎么拔不下来？你调到拔罐的。老婆爱乱买东西，潘若迪大说太太不是。买相机干什么？你开餐厅吗？是不是？一百多个玩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像个两个人。你买了一个洗碗机，他买了洗碗机，嗯，没有用，嗯，洗碗都是他。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我老婆只做两件事，这也不做，那也不做，就这两件事。这也不做，那也不做。国光帮忙，老婆四段变速，四段，哇塞，哎，他一打开，哇，梦幻的，真是哟，我还洗，哎。老公，我的奶要变紫色了。哎妈，我怎么拔不下来？你调到拔罐的。我想说，那么多我自己拔拔罐的，你这一次还是你这个还是？啊，小朋友在旁边啊。对。哎，还蛮酷的，那一发还蛮酷屁呀！不是那个两万转的墙啊。啊，志远，他买什么怪东西？怪东西哦。他就买那个场景用的，哇塞！你这么有钱，你买场景？我买场景，这么动物园啊？你放超长啊？你知道我们现在巴厘岛没有？巴厘岛要买那个木木质的长雕，木雕跟那个鸟比一样高，嗯，还买两个。你干嘛？你给我弄回来。因为我们去逛的时候，然后看一些就是首饰啊，或者是木雕店，然后我们可以买一些不用太大，然后我们做纪念就好了。结账时看到一个好长，哎，这什么东西？把什么包起来？用黑色胶？全部莫名其妙买这干什么啦？那我还问人家谁买的？你老婆买的，230几公分了。哇，70，你有四期吗？你买这干什么？不是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，我新店那个透天的家里是乡村风。
然后我就想要把它用一个装饰，然后就两个场景。他说摆在那个楼梯那边，我说摆楼梯干嘛？步步高升啊！对啊，步步高升。哎，你很爱风水，学要高升，你步步高升。是那个楼梯，因为我们那个家有挑高，所以放那个其实很漂亮。对，它其实是可拆式，好不好？它就哦，可以可拆式是组装的。到现在没有拆过吗？没有啊。不是那个干嘛要？那现在在哪里？可是我觉得那不必要做嘛，那个、不必要买的。在国家，那在国家。那两只还在？还在啊。那有组装起来吗？也要组装起来吗？但没有放在家里。我们家搬不回来，太远了。花莲搬不回去的、就还是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变，因为现在都你看还要顾着他，因为他有灰尘的累积，都很多了。我婆婆都比他要差长颈鹿是吧？对，很高。那你就把他颈子，你是想要看他这样拿掉变高变马，对，变成马你可以搬回去了。还是马，超级马，颈部那些全部拿掉啊，对，就好搬了、啊。它不是一体成型，也是它不能中间拿掉，它一体成型。对啊，对它不能拿掉，但是真的没有必要了，真的还买那种放在家里，我觉得是要买一些好看的画啊。我觉得装饰品啊好看、我觉得那是定得。占空间，它哪里就是两只长长的，它哪里会占空间？它不会呀、而且是人家讲步步高升了，吉祥话可以了，可以的。那升升那个买那个时候开始就受伤了嘞，断掉啦，手开刀啊，哪有哪有步步高升？结果是他自己步步高升，你不是在弄我吗？你不摆正山弄我？两个人至少有一个人步步高升，对，有人升啊。放家里，放庙里啊，真的这样好。你老婆最近买什么粉红色的东西让你生气了？不是不是生气，因为她每次她，其实我们从搬到新家到现在，几乎每一天哦都要到柜台领包裹，每一天哦，她买的这么频繁，非常频繁，非常频繁，爱买哦。对，她非常喜欢上网去找所有她看到的东西，真的。所以她喜欢买一些东西说给 BB 啊，说 OK 嘛，说哎你现在你刚说什么？她非常这样子，你现在在闲哦。我去没有啊，因为他交往的时候跟我讲说，你知道我这个女朋友多正，她都很会上网的，有东西在网上她都找得到，只要你讲什么，我她就可以帮你买到。贵人还讲过同样一模一样的话，我以前我老婆现在确实是买，就我当时有跟她讲，因为我也帮她，我老婆也帮他们找过东西。婚前说你是公主，婚后但是没有。我们不是说她买不对哦，我是说，因为她比如说。他喜欢这个，他买家里面所有东西都是粉红色的。他说这个拉拉会喜欢。我说拉拉现在才几岁，他根本才两个月还不到。他未来会懂吗？他说这个拉拉一定喜欢，他就买所有的粉红色。他说以后拉拉就一定会喜欢粉红色的。他问题是不一定嘛，可能也许他喜欢白色，或喜欢其他颜色。是啊，我就说你可以买一些其他的颜色，或者多变化一点。白色是你自己喜欢，就是粉红色。好，我喜欢那没关系，也许拉拉我女儿可能也许喜欢白色啊，不会。然后她，我喜欢的那个大象，你知道那种大象，就是那个小朋友在玩，捏耳朵会叽叽啾啾那个声音，就像在婴儿在肚子里面那种声音。那一个大象头要4-5千块钱，你家婴儿在肚里会啾啾啾啾。不是，他说那里面的声音，模拟那个声音，对，模拟那个声音，你摸他鼻子、耳朵的那个声音，那就是一个大象。那其实他还有很多，也许譬如说有小狗的、小猫的或其他的，他就一定要那个大象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他说女儿喜欢的是大象。我说他也给你托梦，就是说这是托梦，王母娘娘说他喜欢这个。怀孕的时候就已经跟他公婆说，你说他跟你讲说他喜欢大象的，他家里面就买一堆大象。哎，那大象不便宜哎，那大象4-5千块。然后呢，你这几天一个大象头哦，就像软软，然后啾啾啾会叫，然后大象头里面有一个猪猪会跑，啾啾啾会有声音。所以现在比比旁边这样逗他声音这样啾啾啾这样弄，他在大哭哎。不喜欢那个声音，很奇怪，他就是不喜欢那个声音。那他现在买的东西，所以不是钱的问题咯，都为女儿啊。所以你单纯就是堵拦他。你不要把搞得我不是过四轮啊。哎呦我的天，好了，我问你，妮娜对于什么样产品是没有办法没有抵抗力？任何小孩的东西他没办法抵抗，没有很好，妈妈哪有抵抗？对对对，可是确实哪样都是。我在节目上有讲过嘛，我们有一台变形金刚，假扮800万次了啦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家现在加起来有5台娃娃车，哎，所以没差，没有差，生五个就好啦。不是，我说没差不卖也没差，对，都已经5台了，还差那么一台，对啊。哎，你俩什么差别？每天天气出去不一样，各用一台嘛。你有几台？我一台啊。你看人家讲什么东西啊？讲话呀！我家里面没有娃
有三台嘞。真的，我们出来混，没有这三四台是下不来的。真的。没有，我要先讲，谁跟你买娃娃车？我们两个边度的，我这一次边上我买娃娃两台，没有小孩，我飞两台。好屌，老帅啊！快买，一台那边出来一台，你一台，我们走，一台，信，好不好？来，你说。没有，其实一开始我在美国买的两台是有不同的功用，小孩子长大慢慢就会要骑三轮车，第五台，对，要学骑脚踏车了。对，那那时候我就是因为一开始你可以先推他，然后慢慢就拆装变成他自己骑。对。那时候一开始我还回去拿目录给他看，说，哎，你可以这个台你觉得怎么样？然后就跟他讲了很多，然后我找到最便宜的价钱，就是可能原价打六折。然后我说可以买到六折，问他，他就说不要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结果后来我就瞒着他，我说不管，我说我爸买给我的，就买给他孙子的，我就带回家了。他看到了，又买这什么东西，还那种嫌恶那种脸呢，嫌弃那种。我想说好算了。然后后来第二差不多两三天之后，他看到我，然后我儿子很开心，每天都要爬那个要玩那个三轮车，他就发现，哎，好，我推他出去看看。推了一次回来，我就开始听到耳语，他跟人家说：“我跟你讲，我岳父买这个真的买对了，超好用的。”殊不知是我买的。你看，我们大家一起去旅行，那时候哦，大家阿斌有一台，然后他没有带，他那时候知道那台带一定挫赛，因为三公斤太重，我们去花莲玩，13公斤，13公斤，不是3公斤，是13公斤，那太适合搬落地了，真的。抱个女儿就好了，我可以自己给自己抱在手上，我也抱13公斤干什么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那台真的很好，因为你太重。对，然后我就言归正传，我们就出去玩，然后我们要去夜市。那一天呢，超糗，我13公斤，而且我打不开。你就是想要在夜市炫啊？当时。老婆花钱不眨眼，陈志远扬言收了他。他就跟我讲说这个近10万，我噗。对，你这种东西是缘分。你可以有点他们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你还不如买金子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没有对呀、啊，金找一个有缘的卖黄金。国光帮忙，那一天呢，超糗。我13公斤，而且我打不开。你就是想要在夜市炫啊？当时是我们只带那台娃娃车，所有人都带轻便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要逛农场什么的。你知道他忘记带充电器，完蛋，没电，打不开。他那个是我有试过吗？那个不是这样，那是因为店员没带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想说，我们都会推。他只要推就可以充电，然后他就很懒得不想要推呀、啊，然后他就说啊，没关系啊，那么近的路我们抱一下就好，抱一下就好。可是就是没电啦，对，那没电我们打不开，然后我就真的是人好啊，所以因为他不想推，对不对？不想推原因是什么？你推的话，推的时候不帅啊。抱起上来，哎，没有，哎，其实推起来还蛮帅，是吗？真的很帅。你反正那么多刺青了嘛，都没电了，不是不推，因为是个电池在身上吗？没有，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，后来我就觉得买了没有用啊，就一直摆在那边。大基努，我请教你一件事情。好，你老婆买过最贵的东西是多少钱？买过最贵的。就是买那个小朋友的那个一套，那个有什么书啊、CD 啊，我5万多块。哦，一整组，一整套百科全书啊，很多、很多啦。几岁在用的？那可以用到很多岁，那可以用到那个大概是3岁以上才会开始对那些会有自己。3到6岁都适用的，对啊。然后那个 VCD 都可以放嘛，还有 CD 他都可以听。可是我儿子才2岁半。差不多可以准备打开，就开始撕，真的，然后开始撕，然后那个 CD 拿过来，他就开始拆封折半，折半，射他姐姐，射他哥哥哦，然后我下了半回来，哇哦，烂，这5万多哎，没了，啊，我老婆在旁边，你儿子玩得很尽兴，他使用的非常的好，这钱呢？然后隔天早上我要去上班了，我老婆已经在整理那个哦，放在外面。说你干嘛放外面？可以粘一粘吧。
没有，等一下那个阿伯之言回收的会过来。我是不是前天用你那个吸乳剂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有点像。第二天再去啊，五万多，还不错啊。好了，对，那是志远，这个神经病，他做过什么奇怪的？什么？芭比娃娃。啊，芭比娃娃，所以还买芭比娃娃？正常啊。你买多少？他那个我那个家里我们那电视柜现在是，那个电视柜上面都是摆他的芭比娃娃，几十只，全部都是芭比娃娃，没钱来玩的。就从以前呐、啊。对，他是说他先买完之后，他是为了他要给他的女儿。小孩对。可是我觉得你买这个东西，我觉得但我又不给我女儿，因为芭比娃娃它有些是那种纪念的，然后它比较贵。哎，我买那个都很贵，那个是收藏的，典藏版的那种，限量没有拆，对不对？不能拆的，不能那个底座的。你这个、哦，我是蛮赞成的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也有很多公仔。对呀、啊，这就跟男生收集公仔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家里穷，我们只能玩纸娃娃。真的。纸娃娃那个七月我们要把它买起来，因为它会站起来。我们玩站起来。用泥巴做。那长大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说啊，要买一些芭比娃娃犒赏自己，然后让小朋友玩。小朋友，我们玩那个便宜的，对。那我女儿偏偏不玩便宜的，偏偏要玩我那个限量的那几十只。然后我就说不能拆封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芭比娃娃我们觉得 OK 了 ，OK， 我也觉得 OK。请问这个十万块手镯是？对，那个就更恶劣了吧。更恶劣了！你给小孩玩十万块手镯，他不是给他玩，他是去买，他买一个手镯。其实我对这种东西不是很在行，然后他就买了之后，我也放在旁边，我看觉得、哦、他是要辟邪啦，又辟邪，对，又辟邪，长颈鹿挂在长颈鹿脖子。然后买了之后，有印象，我就跟他，哎、欸，这个你怎么一直放着？然后只有在那个重要场合才会戴这样子，我觉得应该就是很。贵重，真的是很贵的。那对我而言，我大概五千块左右，我觉得很贵了。哎，五千块买得到吗？哎、欸，你那个真的是不懂啊，五千块要买假的。他就跟我讲说，这个近十万，我噗，十万块，你被骗了。因为那种可能是那个兵种是不一样的，是你又懂。你要懂，结果呢？结果我跑去，我就他去工作的时候，然后不在家里，我就拿着，然后拿到去鉴定，鉴定对，因为我们那个我们的教练很喜欢玩那个古董玉这样子，我就跟他说，哎，但是重哎，这个你看得懂吗？要不管啊，这都八千，还好，这不是今天的给的，和田玉啊，差不多。花莲大理石嘛，快一万块就有了啦，这还可以，还不错啦。花莲温波被砸完嘞，哈，虾米？其实你知道，玉这种东西是缘分。不懂的人就觉得它是玻璃石，玩九份的缘分。懂的人就把它当做宝，这有保值的。你是真的被人家当潘娜呢吼？嘿，你知道以前逃难人就是这个，搞不好以后我逃谁要逃难？可是我可以换船票。重点是我去鉴定，根本没有到近十万，大概差不多快一万块而已。为什么你会买到？你怎么会相信一个手指十万块？对呀、啊，你怎么那么容易相信？我跟你说，他那时候可以煮汤吗？我跟我跟贵妇朋友出去，不可能买到假的。你错，跟贵妇才容易买到假的。哪里是？那他们其实都会有买，他们有固定的那些。地方门路，有没有有点抵抗力好不好？对啊，是省吃俭用，抢那个也是欠人家的钱，没有必要，我也不是一次给他嘞，你还不如买金子。对啊，对啊，没有对啊，黄金还保值，才用得到啦。你想想看，你现在十万块的黄金，你那个时候买，现在起码12万，真的差不多，还增值。有，也黄金也有买，买一些。不是，现在把那个玉哦拿去换十万块的黄金，看换得到换不到。对，就是要跟找一个有缘的卖黄金，有缘的。是这样，遇不到有缘人呢。嘤嘤嘤，哎，你有缘，你买。而且他敲起来那个声音，真的跟假的真的不一样。玻璃吗？不是玻璃，塑胶的声音，碎掉的声音吗？这样丢出来永远都是冰的。对，都冰的。那个假的，我也看过。OK， 好啦，浪费钱。你们这你这就浪费钱了。回来，我必要。你太太买什么东西很贵？我老婆买的没她那么贵啦，我老婆买了一台洗碗机啊，干什么啊？没手了？不是，残障手册了。买洗碗机不得了了，买洗碗机干什么？开餐厅。对，
对不对？买洗碗机干什么？你开餐厅吗？对不对？100多个碗子、哎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两个人啊。对啊，你买一个洗碗机，我买一台洗碗机，那他妈那七个人吃一桌可以洗的东西，七个人一桌可以洗的东西，两个人他洗碗机。不过你要了解，婚姻是一辈子，你让他洗一辈子的碗吗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要爱他，就从结婚的开始就保护他的全身。玉手，手是最伤的，洗碗，真的，尤其是那个洗碗巾的，对，知道吗？他买了洗碗机，没有用，洗碗都是他。装饰，我跟你讲，我家里是一台洗碗机，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我老婆只做两件事情，第一，这也不做，那也不做，就这样。这也不做，那也不做。你老婆看电视的，所以你这个请客完以后变好笑了。没有，他幽默的。那请客那天他自己也有讲，他真的在家里就这两件事情。对，那我在家里只有一件事情，就通通我做，所以那个碗呢几乎都是我洗，因为我有习惯性吃完了，比如说像康哥他们那天来，他吃还没完我都会先洗。他有洁癖啊，习惯性。吃完了，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。对，这就职业军人的对了，错。以前家人就像你洗碗筷，你要负责洗掉嘛。对，所以我就习惯吃完了我就洗干净。那我老婆是习惯性就堆在那边，这边的洗碗机完全整个都没有在用，而且你要知道，一个碗它这样一开始启动开始洗要一个半钟头，差不多。热水冲洗再什么什么，要一个半钟头。这么久？我教你，你下次把那衣服也丢进去一起洗。没有关系嘛，那你反正。既然有洗碗机的嘛，那你在你社区卖面啊？开面摊。后来现在这个洗碗机变成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变成奶瓶，你再多了不起就是3、4、5、6个准备嘛，就是先买一手半打，让小朋友奶瓶用。现在这个洗碗机是专门就洗这个奶瓶，这么大的一个洗碗机里面就洗这个奶瓶，也费电啦，非常费电。我跟你讲，对啊，米娜可以耗电耗时费电。可是因为他在国外住习惯了，他现在国外以前就是都是用这种东西，就直接丢进去的。不要轻易改变对方的习惯。对，所以我就变成我就每天就含着泪在那边看着他洗电。那你下次你就不要买，你就买一个空壳，然后放进去以后啊，那你先上去，然后自己钻进去再洗。多累啊！洗完再把碗，洗完要洗好了。出国买玩物，萨基奴无爷喝闷酒。老公，这个很好。我们运动的时候，这是日本人庆典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可以穿和服在那边打。啊，另外一只呢？哪一只？啊，另外一只球呢？就好像每天就看着它，我就想要喝酒。国光帮忙。今天老公们各自带了老婆们买的物品，要大家来评评理，究竟是老婆买的好，还是根本就是浪费呢？第一样是，就我说那个啊，我跟你讲，就这个，哦，这个是很有用的，看哦，你看一个不是货，对，嗯，好像马上画，哦，很快，真的很厉害，你又不用微波炉解，而且很有用。我要买，这有加热过吗？没有啊，冰的，厉害，冷热都可以用，对，冷热都行耶，都可以，这真的很厉害，可以维护，哪里厉害啊？哇塞，这好用哎，这个好用，好用，我这 OK 啦，1、2、3，摆上去，哎，马上融哎，真的很厉害。在化冻，要解冻，对，你就把它拿起来，你要做就放着就好，10分钟全完全解冻，牛排也可以，什么都可以，什么10分太省时了，真的，没有，这餐厅可以用，他一定不弄饭，我有，没有，老公用冰冷态度摆上去，对啊，你是因为这不弄饭菜。冰山美人，我做饭的。你做什么饭？你看在我家洗碗机两个坐在一起转。好，请问一下，觉得买这个有用的请举手。哦，有用，哪来的用处啊？好用，太棒了，好用。
你没有弄饭菜，你不知道嘛？那你说一块牛排化冻要多久？对不对？差不多要十分钟。没有，一块牛排从冰柜拿出来，大概要两个小时。七天嘛？不要那么久。一个小时多。你说平常不是在这上面？不在这上面，一个不在这上面不止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还要2小时以上，就是3个小时以上。没错。为了邱文知道，邱文那次说一个小时就他直接吃了。煎牛排给老婆吃的，你会煎牛排吗？真能人，真的，这个有用了，没？我真的不懂这理论在哪里呀？我一定会买。好，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成立了，耶！对，哎，一定有人比他会买的嘛。好，第二个萨基努来，那什么东西？那什么出？不要乱摸，不要乱摸，我会不会有什么？咒语啊，是什么？对啊，你把古音都翻出来了。我也不太清楚这是什么东西。哎呀，为什么？这是泰国人骗我们不懂。泰国人，泰国人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在哪里买的？小姐，漂亮可以加力。加力，小姐漂亮可以再放在家里。这漂亮加力，你干嘛来翻译？你怎么听得懂啊？等一下也啊，对，这样我们东西太小，是不是？还故意找那种直重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嗯，就是有点弯度。这又是什么？我讲一段了。我们去日本的嘛，对对对，今天遇到一些祭典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逛街，他就说：“老公，你走这条，我走这条。”然后回来两袋，他两袋，我是只有一个芒果冰而已。然后他东西全部塞行李，回到台湾打开，我就说：“啊，这一下乒乓那个打乒乓球，这干嘛？”我问他这干嘛？这打蚊子还是你要擒猪白啊？是干嘛？纪念品嘛。他说这个很好，我们运动的时候，这是日本人庆典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可以穿和服在那边打。打什么？打和服。啊，另外一只呢？啊，另外一只呢？谁买一只？啊，另外一只球呢？没有啦，球真的丢一开就可以啊。因为你的技术比较好，你老婆拿这个，你拿这个。啊，另外一只呢？闷对不对？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要换那个2万转的马达。他说这个好，7月我们放门口，说不定可以避掉一些鬼。避一下，避一下。我避个屁耶！什么时候日本鬼会来我们家？啊，不是日本鬼，这避也避日本鬼吧。哦，啊，另外一只，因为一组太贵，买一组买一只单只的，你看你一只卖多少？我跟你讲，所以说你们就不了解萨基。沙丘，你不是万能的吗？对啊，自己做一次，自己做一次，马盖达，马盖先呢？你什么都可以，你手艺现在不难，马达都可以了。你回来再看一看，量一量，搓一搓，不就又一？哎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给你一段时间，你做好的时候再上一模一样跟这一次。对，好，给观众，我们来打球多厉害？没有办法，我现在每天就看着他，我就想要喝酒。快4000的东西，然后为什么快4000呢？为什么不要买酒让我，对不对？4000我喝4000嘛，我4000大一量可以买一瓶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干嘛？你要刻印章哦，你印章会太大。欢迎，上面还有三个大印章，有没有看到？没有印章吗？小姐，我要零钱。他看到他以后没有抢劫。你买房子，你买几瓶的、啊？哦，我们那个印台要多大？你要另外再去买一个？太好笑了，这应该是买土地吧？干嘛？来代表量可以加力。我买。看什么东西啊？了解了解，而且他还单凤眼，你看，凤眼啊，好，来来来 ，OK， 这个好，都是没用嘛，太太漂亮。好，来来下一个，一个，你买什么东？你拿什么东西啊？你买什么东西？就你买的什么东西？这么气，这跟长颈鹿，长颈鹿没什么差别啊。哇塞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摆在厨房的呀。装饰啊！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哦。哎呀，3D 耶！3D 的话，3D 电影，
什么三 D 电影的话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很立体。他这个家里还他跟那个长颈鹿一起买的 ，OK， 一组的。我在跟他讲说，你买这干什么？没有必要。灰很厚的，很厚，要清掉。你看，黑黑。你买这干什么？你知道买个三十万比较漂亮一点。这在哪买的？就是那个巴厘岛。哇塞！哪有？我还有另外一个是猫的。猫的那个，你还敢讲啊？你还敢买猫？你讲了哪？讲出来。有拍，怎么看得到？那个那个饮品店，这个在风水上代表什么？丰收。对呀、啊，你看。对呀、啊，乱搞的面。丰衣足食，平安。你的前提都是这样子哦。那你买那个猫干嘛？我还倒想。招财，那个是招财，因为它的左跟右。对。它左右都招哦。对对对，一组就对了。招财猫不是是这样吗？是。对，然后那个巴厘岛那边它是左右，它一定要买一对。左右都要。而且要右上左下这样子放的。哇塞，不懂。你真的不懂，你没有当门神呢。他一直招财，对不对？招到他财，我一直漏财啊。啊、至少两个有一个人有财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了。你这个真的是摆在餐厅的，就是家里的。这个是那个什么，人家油画的模子有没有？我宁可去买一个漂亮的三合院挂在家里。人家那种平常那个画都是平面，真的是立体的。人家客人来看的说，哎，啊，你这个画好漂亮、啊。不是，主要就是你觉得你去巴厘岛带这么。大的东西回台湾干，而且那个蛮重的，没有必要，就三亿就有了，没有必要。三亿木雕就有这种东西啊，这个一般就有了吧？不是你们去关岛，你们坐船去的，你们搬得回来啊？太远，一样还远吧？他们都有办法，就说你买，我连这种东西都可以，他买这个都可以，他都可以。他都帮你弄好，要付完钱弄好之后，你只要家里对，不因为台湾就可以拿了。因为我家门口有个资源回收厂，我常常看到这种东西，都在路边。那你帮他留意一下，帮他弄起来。对呀、啊，你跟我讲好不好？老婆东西买得好，妥中他破口大骂。好，哎，咖啡机啊，咖啡的。买到现在两年了，只用一次而已。后来发现孕妇不能喝咖啡。来招待客人啊！可是为什么？全家都不怕，咖啡味不香。要付完钱弄好之后，你只要回家。对，不，因为台湾就可以拿了。因为我家门口有个资源回收厂，常常看到这种东西。对呀，都在路边。那你帮他留意一下，帮他弄。对啊，你跟我讲好不好？是不是？帮你省一笔钱。不是那个时候，当时我们家的装饰摆饰都是很乡村乡村乡村都是木质的。是长颈鹿嘛？长颈鹿，因为我们是原住民，原住民，这样就要摆一些比较你知道的原住民啊，原住民干嘛？有森林自然的感觉。OK，Nature，Nature。对，来来，表亮奖励。哎，这个可以，奖励，奖励，丢掉，没有用。好，来 ，OK 啦。OK， 这没有用啊，这个。哦，那我真的对不起，没有用。装饰品，在目前为止，就可以看出郭恩豪是一个多么恶心的人。挑剔，什么恶心？我不太懂啊。你讲那个东西最不好，就是现在最厉害的。对啊，最做事还要挑剔用，连我们还想去买的。对，太太，对不起，我们还要团购哎。我真的不懂。来，一个嘉宾哦。哇，这什么啦？这感觉立体耶！哇塞，这厉害了，厉害啊！好哎，咖啡机啊，咖啡的，好正哦，正点，很正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哦，这个东西就是那个什么，史密斯先生有没有？是那个，他不是在那部片子里面，他们家里面就有一台这个，然后他看到了，这个还 X1 呢，顶级的，哇，干嘛？咖啡机，哦，对不对？很好啊，是，不行，我以为是挤乳器，我们为了你知道，挤乳器，我刚刚以为是那个什么绞肉器。结婚的那个时候哈，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想要买这些东西，我说 OK， 那你买，但是我不晓得这个价钱，知道4万多。哎呦，哇塞，顶级的。对对，你看他这个为了我们为了要尝试，这个买到现在两年了，只用一次而已，就昨天晚上啊练习，我值得练习，有用啊。因为其实他煮咖啡是 OK， 可是后来发现孕妇不能喝咖啡。对，你喝咖啡啦？平常我也不喝，我也不喝。那你硬件你怪谁？不是，是这个你放的。客人来招待客人啊，可是为什么？全家都不怕，咖啡味很香。全家为什么咖啡没有？人家不是坑鬼，小气要死。他没有买咖啡粉，对。若迪啊，我觉得值得哎。我觉得那个卖掉蛮有钱。给那个建回收厂也是，这也是用小钱哎。
哦，珍珠白铁呢？这顶级的这个，安吉丽娜朱莉他们家也有一台。他就是叫你，我跟你讲，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啊，你是专门练健身？这就给你练健身，来拿起来看，不是？来，适合，适合有壮，壮阳光，阳光动起来，阳光来了，去 ，one two three go， 阳光，哎，你看是不是？这也太适合，太适合，来，哦，啊 ，OK， 想代言就对了。哎，不过越看越像绞肉器，对啊，绞肉器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阳光。回身阳光，阳光，回头阳光，阳光，啊啊啊！棒棒棒，很好啊，值得值得，好，这个用一辈子，对啊，没用过，不会坏，对，不会坏。你知道咖啡机很容易坏，对，比较烂的，真的，这个四万多一辈子都不会坏。他说这是做顶级咖啡来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他试验过。泡过六亿杯没坏，泡过一杯，这不是四万多？你是厂商啊？四万多，这是顶级的，这是厂商，对不对？我以为一万多，四万多。那凭良心讲，今天我如果去你家玩，你拿这个咖啡机煮咖啡给我，我会觉得很屌，对，有质感，光荣，对，有质感，对不对？我会觉得我这朋友很屌，来来来，让我煮一下，贵宾的享用，对不对？你拿这个煮，我马上哎，潘爸爸你好。他爷爷，对不对？挺屌的，好不好？可以啦，好，老婆算有眼光，来，好不好？不要怪他，有用。所以今天看下来呢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好，来，那个关豪，哎，跟白卧底啊，两个人就是专门就是只是来这边发泄的，对，嫌弃老婆，是来这边这样子要抹黑老婆，不懂爱挑剔，对，真的啊。那志远讲的是实话，对，喂，真的，真的乱买，真的乱买，一个实话。没有，都是实用，好不好？啊、是他们不懂。实用，对啊，反正夫妻在一起哦，家里的事情好好商量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夫妻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不要为小东西翻脸伤脑筋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谢谢各位，国棒，谢谢。